这个吃到这么胖，有没有胖嘟嘟的？要弯了哈，弯不下去。当然要绑一些鞋带，很吃力。妈妈总是会烦恼家里事事，尤其是做囡仔甲一般人无同款的时阵，妈妈的心更加会时时刻刻挂念着囡仔。就参像梁阿聪甲伊的后生张维耀，母阿囝两个人总是行斗阵，因为伊的囡仔细汉的时阵对楼顶跋落来楼卡，留落来真严重的后遗症。虽然张维耀今年已经40几岁啊，但是从来唔捌出去做工课过。即马母阿囝两个人拢会斗阵去一个所在，因伫个遐得到真侪人的关心。张维耀嘛伫个遐做甲真欢喜哦。我的名字就是很怂啦，叫梁阿聪呢，真的很土嘞那个名字。我真的，我到一直到现在我都还不喜欢我的名字。那以前妈妈哦，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啦，没有出去做，她从小就是童养媳哈，也没有出去工作过，也不知道说要取什么名字，要帮我报户口了哈，她还不知道说。要取什么名字啊？我妈就想说啊，那就是阿聪，就叫阿聪好了。啊，那很多人就以为我是男孩子啊，也不是聪明的聪，是聪明的聪，我今天不会这么傻里傻气的，不会这么傻嘞。他说以前的人就是这样子，叫阿英阿什么，我们客家人哈，都喜欢叫阿阿阿什么名这样子啦，客家人啦都喜欢这样子啦。他又不会给我说写聪明，写聪明我还好哦哈，我写阿聪。哦，我说叫阿拉伯的阿，有人问我的哈，他说什么阿？我说阿拉伯的阿啊，那一位师姐是接着怎么讲的？他说阿弥陀佛的阿最好啊，他就跟我讲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就是师姐还好，师姐安慰我。真是，真是看人，看人的数，不是在人啊。牡丹树它哎，嗯，哪只有鸡啦？嗯，鸡不？这分类啊，很复杂。你差不多要有7到8个，这个如果是用这个篮子装，要7到8个，要分很多种啊，真的很多哦，做不完的工作。你有空的就会想来啊，叫你忙完了，你他们每天8点多就会来了，跟儿子也来。那现在结那个哈巴拉套哈比较简单啦，巴拉套比较简单，你就把那个结还有那个巴拉叶挑掉就可以了。啊，像我做这一类的就比较复杂啦，我这有杂色，分很多种嘛哈。旁边的，儿子今年46，因为他没有工作嘛，要来这边做哈。师兄师姐大家都很照顾他啦。
就渐渐长大了，也就是发觉他哈，头脑有些迟钝了哈，有问题了。那时候治疗是没有完全治好嘛，特教班读六年，读毕业过后就到新南国中也是读特教班。啊，毕业了以后就没有什么事情做，到处跑啦，到处跑，跑上来黑麻麻的这样子，我想这样也不是办法，后来就给他送到教养院去这样子。对，在教养院待了一个差不多待了十年啦。十年过后，那就是对我出来的那个师姐肖师姐一直跟我告诉我说，你要是在那边做哈，他说做不但没有钱，又也没有赚到功德哈，他说你干脆你带他去慈济那边做，这样好的啦。后来我考虑过后，结果我就想说啊，来这边做好了，就把他带出来这边做，这样子来这边做也是做了差不多十几年了，今年好像做十二年了。我想他也很喜欢来这边做哈，他每天时间到了，他以前在那边哈波塘那边坐，差不多7:20他就开始出发了。哎，他就什么刮风下雨他就来了，他很喜欢来这边坐这样子。哎，然后后来他叫周休二日，礼拜天和星期六他一定要放假。哎，那平常他就不放假的。哎，就一直来做，这样一直做，一坐就坐十，差不多今年差不多坐十二年了。那我们想要救地球啦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天上人讲说哈，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，就想要做这个可以救地球，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子子孙孙，就做这个很好啊，你越做越欢喜呀、啊。就是有空我们就会想来这样子，哎呀。梁阿聪甲先生有三个后生。伊的先生伫做家庭水电工课，平常时梁阿聪伫厝诶带囡仔，嘛斗三工接电话。一直到第三个后生九个月时阵，无小心跌倒，对楼顶摔来楼卡，弄着头壳，造成脑淤血。伊带后生走几啊间病院，想尽办法要甲后生医药好。就是娃娃九个多月学走路的时候跌倒，就是我很愧对他这样子，很愧疚啦。哎呀，想我小时候我不要给他跌倒，他还会埋怨了。他说：“妈妈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死？当初为什么把我救起来？”他这样讲。那我听到真的是很难过。他说：“你当初让我死掉，你再去生过，生过一个，你就不要生我就好了。你不要养，把我救起来。”他这样讲。那就是我这一辈子，我就是亏欠他，我就想心里很难过，就是想我亏欠他这样子。担心会啊，我们也担心他以后，我们老了以后生孩子要怎么办，我们也担心了。所以说我每个月的一号初一我都会来，就是有一次我自己怎么样，在二楼哈，突然哈肚子痛哈，痛了不会下楼梯嘞，啊不会下楼梯哈，那怎么办？家里又没人在哈，哎我一下就心里就想那观世音菩萨，我说观世音菩萨你保佑我哈，哎不要有什么毛病发生了哈。如果是好的哈，不要给我肚子痛。我以后哈，每个月的初一我都会来拜访这个，我就跟他发这个愿了。也不晓得什么原因，后来就不会痛啦、啊。哦，这个这样子。我现在已经来十几年了，不求身体健康，人家说也不求财，也不求目的啦，嗯。
人多少都会有烦恼的、啊。这个儿子比较烦恼。欢喜点未哈？嗯，高兴啊！高兴，高兴一点，唔安尼啦。啊，唔高兴啦。哦，你安尼咯，无乖咯，安拢唔乖嘿。他很喜欢说好火大，他听到不喜欢听的有没有？他不喜欢做的事情，他会讲好火大。生气会牙狂哦，那脾气会发脾气哦。嗯，他没办法解决的事情。你跟他，你只要答应他说好好，实际上我会帮你，你会做什么哈？他就高兴的了。嗯，常常叫他阿弟呀、啊，因为永远长不大的，就他比较小啊，啊，从小就叫他阿弟，阿弟就叫习惯了。您干嘛呀？今天是哪？今天为哪？妈讲我讲，哎，拜拜，是仔啊？啊？对，我是摘菜人员啊。他说我们初一十五要吃素，所以要告诉我，怕我吃到什么这样子，吃到荤的啦。有的时候我们想不到的事情，他突然间他会跟你告诉你，会跟你讲这样子。哎，还有像初一十五还没到，他就告诉我嘛，你不要忘记啊。再过几天就初一了，你要吃素啊、哦、哈！再过几天又十五号，你要买水果，你要吃素，他就这样告诉我。嗯。你要在干嘛？这边是我们在中立园区的那个厨房，中山基督徒给这些环保志工吃点心的。在家里哦，我们自己煮啊，都要准备三餐，三餐都要准备，很开心啊，可以做饭给他们吃，嘿。梁阿聪有一天看台爱台，伊对节目内底知影，伫中立的林森国小，逐个月有一届组织环保日。伊找到林森国小，却发现大家拢做了足紧的，一时啊环保就结束啊。后来伫个徛街附近，实在已经做环保几啊年的古金莲，对着古金莲，斗阵伫个厝的附近的榕树下做环保分类。对，开始做环保，到今嘛已经十五年啊。从这边做十几年了，就没地方。这个地方就是那个阿婆哈、哦，汤树们有没有哈、哦？那个阿婆种菜，做菜园的，他把它废掉就做这个环保点这样子。嗯。他的吃人嘞，就穿雨衣也是，若是碰到下雨还是照常做。下雨天像那个菩萨也是天天都来，下雨天还是来做。对啊，人家丢到满地，你不做的话也不行啊。汤树妹还有就古金莲啊，三个啊，都会说你们傻瓜，他会说你们这个傻瓜，做那个没钱的工作。哎呀，他说你们做没钱工作还是做的这么认真呢，他说你们傻瓜这样子。他说你们一个月赚。可以分多少钱啊，他说你们这真的认真这样子。我就告诉他说为了要救地球啊，为了我们下一代的子孙啊。我好激动，哎呦，我们六点半就出来，你够七点了哈。对呀、啊，六点半出来就做好了呀。你先来这边，有事来做啊。你先来做，有的就做，有的就做，中午要做。
早上要做，晚上要做。很好，姐妹嘛。真好。就是古今年和汤淑梅师姐两个，佩服他们，真的很感动哦。都年纪这么大了，真的他都没推迟了，再等他都来了。嗯，想时间不要浪费，就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做，甘愿做欢喜做。其实做这个很脏啊，味道很臭，很不好闻呢。哎呀，那就想哦，还为了要秀自己皮啊。你休下脸啦，好得老的啦。秀师姐，你们的餐盒放了吗？放了，餐盒我自己。等到我过来，上课了，别紧。里面我无提来，他无提。无提来，我不会。姐姐，我先去点那个。餐盒放了吗？哇，太棒了，给你按赞。谢谢你哦，要不要妈最棒？没有，感恩，谢谢哈。这边坐哈，我妈很照顾我们大家，嗯，妈她很关心我们这些环保职工。我要，我要这个大袋的又要分开啊！哦，那个大片大片，你好棒啊！大片会分开啊！来啊，好棒哦！你看，你会啊，对不对？这一包送给你啊！要感恩哪？送给你啊，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你看他这样子，他很棒。他如果我骑车或走路哈，啊，他如果在那个榕树下那边哈，哎，他看到我，他说：“二妈，等一下。”我说：“做什么？”车子来的，我其实在那边来，我们会没看到。他车子来的，你等一下。其实他不是说那个，有时候他还是智慧，还是啊，有我们常人还不如他。真的，他会。提高警觉，叫你等一下，还远远的他就跟你喊，叫你停这样的。上人说哈，我们真的是哈，像这样子的菩萨哈，那个是父母是最担心的。那哈，我们哈要让人家的父母安心，好啊，也让师父安心。好，这些孩子他们来到这里，我们就像自己的家人。他其实他很用心在做，他也很用心在做，他知道说啊，这个护大地是每一个人的责任，所以他儿子有时候也会想要，懈怠一下哈，偷懒一下，但是他又讲说你就去做，去做，福田都你自己的，他不听得进去，其实还是听得进去，像有时候哈，看他这样子哈。他也懂啊，人家讲话大声一点，他会去跟人家劝架，不要打架。我每次回家都是张继航啊，张继航是用什么？谢谢啦，你看很贴心呢，爱笑哦，爱笑哦，爱笑，爱笑啊。哦，这个是妈妈很温柔，对。他很勤快，都会去种菜。那种菜哦，把种菜卖菜的钱都去圆满两斗给他儿子，把布施给上人说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。不是上人常常讲说，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，是有心人的参与。是想自己种的有没有吃起来比较安全呐、啊？哎。
你外面有些那个你卖的有没有？他供不应求，有些时间还没到，喷药下去时间还没到，他就摘了、啊。所以说有些买的菜哦会有点苦哦，那药还药线还没过有没有？自己种的吃比较健康这样子。在园区啊，园区那边做香精。炒米粉很不一样，你做起来就感觉很高兴啊，很高兴你就会愿意去做啦，做事情啦，做事情要你愿意做的，你做起来就会感觉到很高兴，没有人逼你去做这样子。就是说那个师姐一直把我推出来说，一直说叫我说你让儿子来这边做绝对不错这样子啊，他来这边做哦很好啊，他哦有比较懂事啊，现在有会有比较听话了、啊。说出来做啊，那我们就想说让他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啊，每天来做环保，不会说到处跑啊。来这边做哈，来这边做就是生长智慧啦，现在比较聪明，而且他已经哈会有癫痫发作哈，他来这边做过以后哈，比较不会发作的。嗯嗯。这个一点二十的，我家那个就是家里忙完了，今天就来了，来这边，尽量找时间来。怎么样收获哈、啊？收获满满的，做得很快乐，很踏实，这样子哎。来这边母子都可以照顾得到啊，又可以做善事，在主席中立环保站有很多参存张维耀这样的大汉人，大家都叫他们是漫飞天使，虽然他们的智能发展有较慢，有当时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但是有志工的陪伴，他们学习做分类，也在过程中得到成就感，所以有当时梁阿聪如果没用家里的事耽误时间，张维耀都会自己先去环保站，这对妈妈来说，孝心生活有重心，她也可以喘一口气。